Hello， 大家好，小蟑螂赶海了。最近换季啊，稍微有点感冒了，扁桃体有点发炎。走吧，我们下去赶赶海。我看这边有只螃蟹，这个是一个花盖，个头稍微有点小啊，后面断了腿，这里活跃度稍微差一点，可以带着吧。这边一个酒瓶子，这个也带出去啊，海洋污染，带着。下面好像也有一只螃蟹，这么大钱的。嘿，哦，看，呦呦呦，哎，好凶啊这一只，哎，哎，瞄的可准，哎，别别别别别，哦，可以，卤的这一只。哟，这边一只八爪鱼，看，正好躺在这个地方，挺舒服呀你。嘿，出来，长腿的一只暴徒。个头也不错的，收了啊！螃蟹别在这里面跳了，来，来了一个伙伴，哇、哦，这个螃蟹太凶了，直接卡住它的头啊！天啊，这海鲜之间太能掐了，松手！不听话，继续找一找啊！这边，哇、哦，这里面这只螃蟹好大，看，因为这种大的带，哎呦，活跃性。可能有点蹦住，哎，特别被它夹着，这个大钳子夹住，那得太疼了。哇、哦，母的这一只，快，好大、啊！妈呀，夹我了！快快快，放桶里面。哦，嘿，去找一找啊！哇、哦，这边一只八爪鱼变色了，快过来看一下。白色的有点发绿，看到了没有？这是长腿，出来一下，哦，刺水了，啊，拿出来就变深了，这个颜色。这个八爪鱼好像里面有大米，看这一块，收了啊，放桶里面。好好找一找，一定要眼睛尖锐一点，要有点耐心。要注意安全。哇，这是个什么？好大一个！哇，是个大螺哎！我拿出来看一下。哇，燕子螺，好久没捡到这个大螺了。哇，这个肉太肥了！天啊，发财了！这么大的一个燕子螺得值好几百吧？看，好酷啊！感觉是不是快要有我的脸大了啊？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啊！这个肉上面是带有纹路的，哇，可以，这个收了，可以特别的美观。放桶里面啊！哇，太棒了！你再看一下，看这个洞里发现了什么？哇，一只大螃蟹！哎，断了一只大钳。哎呦，哦，别把它钳到呀！哇、哦，差一点，毒蜱还这么凶，哇、哦，得小心点哦。哎呀，我还抓不住你了，嘿，小样，到我桶里来吧，来找同伴，这个大钳给你带着，再去找找看看啊、哦。这个石块里，哇、哦，又一只梭子蟹，这一只比较老实啊、哦。再翻石块找找看看，哦，一只八爪鱼，长腿爆头呀！哎呀，哇，吸得好紧，长腿爆头啊，回家又可以爆头了。再找找啊！又一只，这是短腿的哎。嘿嘿，别跑！可爱的小短腿，哦，这只太可爱了，收了啊！
一个小腊螺，这个小腊螺还不小呢，带着吧，回家煮着吃。哦，快看，一只八爪鱼啊！这是长腿的，哦，带着带着。这个石块下又一只，也是个长腿的八爪鱼。哎，你怎么奄奄一息了？来吧，我来救你啊！回家下锅抢救一下的。翻翻石块，看看有没有货呀？石头下面翻一翻，总会有惊喜。哎，你看，哦，一只花蛤啊，在这石头底下，从后面来偷袭你。哎，嘿，一只花蛤啊，收。再翻翻看看，哎，没有。哦，这里这里，哦，又一只花蛤。别夹我呀！哎呦，小心点！哎呀妈，差一点啊！竟然敢夹我呀！快到我桶里来吧！哎呀妈呀，幸好戴了只手套啊！哎，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？哇、哦，一只小河豚，好可爱啊！快把它装起来！哦，哦，你太可爱了！你看它嘴在动，哎，好像在说话。你好，我是小张。哎，吐水了，哟，你看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啊！哎，它游走了，别跑别跑啊！游的好欢快啊，你看它胖嘟嘟的。嘿嘿，抓住了，哇、哦，你看它白白的肚皮，好可爱啊！哎呦，你看，哇，它鼓起来了，是不是生气了呀？你看它鼓起来特别的可爱，胖嘟嘟的。挠你痒痒，你是不是痒痒就会鼓起来？哇，真的太萌了！你们看过它鼓起来的样子吗？可惜吗？我们把它放到桶里面吧啊，因为在这里的话，很快就会干枯了这个水。我们一会儿拿下去，把它放大海里面。就在这里吧，把你放下啊，回家吧，回大海。哎呦，你看这一个个的，这都想回家呀，你们快下来，小河豚，哎，快走吧，好可爱哦。哎，回家吧，游反了游反了，你应该往那边游。走吧，走吧，他这会儿走了。好漂亮的小河豚，再见。哎，看，这里一只赤甲红。赤甲红一只，看起来挺肥的哦，带走了。哎，发现这里有海星，这种蓝色的，漂亮啊！那里还有一只，哇，这是六角的耶，又捡到六角的海星了啊，看着不错。哎，这只颜色比较浅，啊，那边还有一只，快看那边，